还有五秒，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可怜的医生，给他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哇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想这是为什么不容易，你晓得吧？因为这个我们退伍已经很久了嘛。其实这边的肌肉都已经开始退化，对，他这个是很拼的。刚刚绍兴那也是，他做拼，他那是做标准的，他是标准。你有没有看到电视上的观众？他是怎么做的？刚刚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真的，手没有伸直，这样子做的话，我比他更快。真的吗？我看预备，去。你这是摆浪，这是。很抱歉，医生，虽然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还是输了。观众讲得很清楚，哎哎，观众是45下，天啊，医生29下，给予同情的鼓励，好吧？这谢谢谢谢，明星回去多练习一下，谢谢。哇，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请费玉清来试试看，来帮忙一下那个。我告诉你，什么叫真藏不露？你们这什么笑声？有，你们这种笑声，你们把费玉清当什么啊？人家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啊！我主持人不能开玩笑，主持人凭什么叫人家动自己的？对不对？让我们欢迎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的王牌主持人张飞费玉清。得刮开戏不好唱啊！哦，这个也有年头的歌曲了。开玩笑，现场观众都已经快不耐烦了。就差不多八遍。哎呦，因为这个不，这个次序也蛮绝的。啊，给我追歌也行。啊，我少年的，啊我老啊，这都要分辨。对对对。这个是金门王跟这个李炳辉唱片里面很有意思的歌曲。照道理讲呢，这边的观众要跟我们一起的配合才可以。哎呦。但是你看到真正排好以后来，他们开始怯场。哎呦，这是是，啊，对不对？不相信我们可以马上试一遍。变得吃麦芽糖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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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经啦，叫你去你表演的时阵呢，你就知影迄个界限其实很宽，还很遥远，不太容易的。哦，啊，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好看啊，马上继续进行下面的单元。好。赵浩哲、黄安宁、李正、钟汉良、宋少卿、金燕如。做节目
就是要好看，看。做一个艺人就要经得起挑战，战。上龙兄虎弟就不要怕流汗，看。希望大家到我们这里来就要好好的看。这一句不用了啊，巧，有人放炮，结果你念出来是不是？那一句话单字不能念，好吧。所以讲，咱看咱龙兄虎弟，这个这部会使讲赞都是赞，都是赞赞赞。我想拍一个啊。街头挑战这个单元了，为什么那么慷慨激啊？是啊，要打卡西西，要把士气提高，因为现在呢 KTV 的这个普遍啊，唱歌已经不是歌星的专利了。哎呦，这一点我们歌星朋友们大家可要提起劲来。很多民间的歌手说唱歌比你们好听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对。你不能你不出唱片，你就把我们林彦如伤脑筋啊！那些人真是乱说说，算这边就不用说了，不用了。这个这样，我们请张浩哲跟我们说一下，唱歌不是歌星的专利的这一点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还是觉得唱歌是一个非常专业的，然后歌手不只是会唱歌，还要为了好好唱歌呢，要练身体，还要练自己的意志力。哦，因为那个保护嗓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哎呦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，唱歌谁都会，但是怎么样让自己的歌唱生涯跟这个生命可以持续呢？这就是我们张浩哲先生说，鼓励一下啊！哎，谢谢。有人讲说，现在演戏也不是一个专利。哎呦，哦，那么这个要请我们邓安林先生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。说的对。啊那你是不想谁不能谁不会演戏啊？邓安林先生请起立。演戏谁不会演，对不对？最重要演到，要演到人家还会付你钱演，那才算成功。破相怕起来哈，要演到别人付钱给你，这个听起来就是不简单的。所以说当一个演员不是开玩笑的啊，要经得起大家的挑战。战战战，一盘散沙。接下来是林彦如小姐，欢迎她。欢迎。好，保险保险，哎，在。刚刚为什么讲那么多口号呢？是因为有观众呢，现在在我们画面里面要开始跟各位挑战。好。至于这一点，心里面会不会害怕？不会。啊？不会怕。不会啊，因为运动很好啊。就是运动能够锻炼你的耐力。对，体力对歌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。好，先请回座。谢谢。接下来是钟汉良先生。失恋小太阳了。钟汉良这一年跑哪里去了？拍电影，拍电影，去拍电影去了。对，英雄相会。所以说拍电影也不是只有演员的专利。对呀，没有别人会演，但是我们还会保持我们的体力。我们拍戏的时候不喝酒，不能喝酒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抽烟。好，重来一次，我们在拍戏的时候不喝酒，不喝酒。不抽烟，你们有一点默契好吧？站不下去，再一次。哎，我们拍电影时候不抽烟。什么？啊？你这也太……我不玩。拍戏呢，我们一正现在也正式踏入这个电影圈，鼓励一下。哎，欢迎，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以外形来看，一正一定是演非常正派的，像这种警官啦，或者是那种影坛铁汉那种。没错，这些呢，飞哥所讲的都是我非常向往的角色，还没有演过，还没演过的。对对对，你要知道，刚刚我们那个几位前面几位都有讲过，当演员或者歌手，体力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开玩笑，平常最爱运动了，举凡保龄球、羽毛球，哎呦。除了高尔夫球不会，其他都会。讲了半天，一共只有两种球类啊！希望等一下一定要让我们观众朋友好看，好吧？没有问题。宋少卿，这种精神就是今天我们来上这个单元最需要的这种角色。我们从社会上各个不同的角落啊，邀请到他们来跟明星挑战。希望你们这个历史神圣的一战，在这一个星期不要给艺人啊留下不好的记录，好吧？希望你来到我们节目要好好的干。哦，现在我们先请你们大家推派一位代表来选第一个挑战的项目。好，那就第一个。哎，就是女生是吧？对。哦，女生好。哎呦，仰卧起坐。好巧了，真的选，真的是讲对了。这个仰卧起坐呢，你讲，这个是靠腹肌怎么样？不怕。
我们这边有练胸肌练得很好哦，所以你们大家要推派代表好不好？不，大家身份证拿出来看，年纪轻的先上。好好好，哎，去。林彦荣今年已经42岁了，所以说呢，对，他穿裙子不方便。他刚才说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做啊？啊，真的是孙少卿是吧？真的是我吗？真的吗？好，鼓励一下，好，加油，这要腰力的。我们说预备气的时候呢，他会跟你一起做，我们就看观众赢还是宋少卿赢，好不好？加油！预备，去！二、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哎呦，十三，哎呦，还有花招 ，Rocky， 十六，简单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还有五秒钟，还有速度都不是，都没有慢下来，时间到，好，棒，鼓，掌声鼓励，哇塞，哎呦，看得起来，看得出来，这个体力还好的不得了，在那边硬撑，我们要打破观众朋友他们认为说歌星是这么好当啊，对，哦，刚才电视不是好当的。刚才电视墙是好看的起坐，女生做了9下，宋少卿做了几下？90下，20多下，二十多下。好，所以是这一回合明星队获胜，24下。哎呀，不简单。第二题，来谁出？啊，叫林志颖好。哎呦，林志颖是吧？好，来林志颖第五号。林志颖是联想题，请大家开始注意一下。好，预备，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志颖。那我跟大家玩一个联想游戏。那我开始喽。情人节想到了巧克力，巧克力想到了胖子，胖子想到了瘦身，瘦身想到了按摩，按摩想到了瞎子，瞎子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了好。墨镜想到了什么？是不是太阳？双眼。如果看得出来，六个人有六种不同的意见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。那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对。虽然这是你们的共识吗？我们的故事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先少卿这边先念一遍，你不一定按照这个，你看你的啊。瞎子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了太阳。好啊，这是我们的共识，但是瞎子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了二筒。墨镜二筒。哎，这个每个想法都不一样，所以啊，你看对不对？不定一正讲对。好，好的啊 ，2, 3, 4。瞎子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了明星，明星。明星为什么？因为明星都要到外面去，不要让人家认得出来。对对对对。明星。好。哎，邓导演 ，3, 4。瞎子想到了螃蟹，螃蟹想到了太阳。哎呦，没有螃蟹，螃蟹是我讲。我觉得想的加的真好。太阳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了燕如。怎么会想到林燕如？什么时候割的？哎呦，哎，不是，其实跟这个无关了，是觉得燕如今天穿这个衣服，身材看起来不错。这样子啊？啊，好，钟汉良 ，1, 2, 3, 4。瞎子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斗鸡眼。斗鸡眼，哎呀，先鼓励一下，哎呀，真的，有可能，有可能想法都不同。他为什么要戴太阳眼镜呢？因为他斗鸡眼。斗鸡眼，啊，林彦如 1, 2, 3, 4。瞎子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了 Olay。Olay 跟墨镜有什么关系？被人家打的那种 Olay 吗？黑眼圈，我狼叫金眼圈。哦 ，Olay 就是黑轮的意思。对对对 ，Olay 黑眼圈。这是你们刚刚其实私底下看出来的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。对，那这个还算不算呢？那我算通过了吗？好 ，1, 2, 3, 4。瞎子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了歌手张学友。一团乱，听起来好像。好看正确答案怎么样？好，按摩想到了瞎子，瞎子想到了墨镜，墨镜想到了。割双眼皮、yeah ！哇塞，不可思议！女孩子比较敏感。哇，这女孩子就是比较厉害啊！因为她双眼皮是割的嘛，所以知道。啊，不是啊？怎么是给你猜中了？不可能吧？如果割的话，还会把眼睛割成下垂的吗？
来，又来一题，选个这个二二号。哎呦，糟了，伏地挺身，来，道具先拿过来。一阵看起来那种海军陆战队的，没没大家。燕如，那个又不是仰卧起坐，又不是要你这样躺啊，你就趴下去那样可以坐、啊。燕如，其他的运动哦，穿裙子都不适合，只有这个穿裙子是真的。这个是团体荣誉，明星团体荣誉、啊，这个这不是说开玩笑的，不能儿戏啊。这讲真的话，那要一阵的。这样啊，好吧，既然我选了，那只好我上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嗯。对，一阵是探草选手，观众啊，帮忙算一下。嗯。同步开始。三四五，哎呦，标准六，七八，哎呦，很厉害，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后面好快哦，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加油加油！一阵速度好像慢，大家加油一下，快！观众速度很快，一阵加油！哇，观众速度很快，27。糟了，还有5秒，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可怜的医生，给他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哇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想这是为什么不容易，你晓得吧？因为这个我们退伍已经很久了嘛，其实这边的肌肉都已经开始退化。对，他这个是很拼的，刚刚绍兴那也是。他做拼，他那是做标准的，他是标准。你们看到电视上的观众，他是怎么做的？他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真的，手没有伸直，这样子做的话，我比他更快。真的吗？我看1、7。你这是摆浪，这是。很抱歉，医生，虽然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还是输了。观众讲得很清楚。哎哎，观众是45下，天理啊！医生29下，给予同情的鼓励，好不好？这谢谢谢谢，明星回去多练习一下，谢谢。那么当然，我们也要请费玉清来试试看，来帮忙一下那个。我告诉你，什么叫真藏不露？你们这什么？有，你们这种笑声，你们把费玉清当什么啊？人家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！我主持人不能开玩笑，主持人凭什么叫人家动自己？问，预备，去！嗨！走走，好。哎，你到底有你有当过兵没有啊？太难看了，真的是。那本人要示范给你们看。真是哎，这我才觉得平衡点，叫我出玩笑。哦，哇哇哇！你来，你来，也不过比我多了4、5下。不是，我是想耍特技，这样想把它这样举起。好，接下来再选题目。我选在厕所那个。啊，哪里有？为什么有瓷砖就一定在厕所？对啊，8号是吧？9、8号。好，看是什么？哦，来回跳，这样子来回跳。哇，没有。示范动作一些老弱，示范动作是这个嘛？我学过，以前是这样子嘛。哎，这么容易？那个是橡皮筋，这个来回跳跟那个不一样的，这个是叫弹起来，过来过去。我觉得这个单元应该是由张浩哲来才行。我的鞋子很重啊！哇，哦，邓导演他。飞哥，飞哥啊，不是你们要说说你们的简历？对呀，我们现在这一队哈，剩下4个。啊，刚好4个字，老弱妇孺。哎呦，老，这怎么比啊？哎，你是老，说得好。结果你们打算怎么样？由他来是吗？只有我了。真的吗？会跳好了，来回跳呢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，好，预备，头坐就对，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小心10、11、12，不要被刮到，13、14，好，完了，好了，好，刚刚不要急，不要急，13，铁赢了，铁赢了，14，我赢，15、16，太快不行，那个女生快不行了，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，好，邓总，时间到，哎呦。哎呦，哎，我们邓导演这下可辛苦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看起来很简单，
其实没有这么简单。你看看，哎呦哎呦，观众才15下，明星队25下，我们先停一下吧，送急诊好吧。好，接下来是由谁选题目？那第二个你来比啊，再选一次你来比好了。第七是分贝器，分贝器。这一关如果我们输给观众，凭良心讲，这就麻烦了，就是要这样叫。123.5，派浩哲的。对，好，浩哲来，请到前面来。哎呦，好，哎呦。127.7，哇塞！刚刚我们那位观众赢了，过了吧？哎，是这样吗？就这么简单？啊，那女生如果对女生试试看，好来，林彦如来，好，124，哎呦，4.4，哎，这样也赢了？那你的奇怪了，电视里的是123.5，哎，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明星队是很轻易就获胜，哎，真的这样吗？表少卿试看，喉咙的就你一定超过150。133.8，现在发现要用直接这样简短的喊比较厉害。132，哇！130.9，哎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134.2。每一个人都超过了观众，明星队获胜。哎呦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啊！少卿还没选吧？啊，少卿选一个题目，大家都在逃避。对，看第一个那个长那样，大家都在逃避。没有人敢选。好凶，你来就选他。我可不可以换一题啊？不行不行，压力棒来。他做过仰卧起坐，谁没做过？他直接上半身好看，也下半身。这个呢，我想张浩哲是跑不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力量一看，只有张浩哲有办法跟观众比来，鼓励一下，鼓励。压力大。等一下啊，你看这个人的样子，他的眼神就吓人。你要先把眼神拿出来。哎，对，这就是你最凶的眼神吗？还好。比方说，对方有一个人要跟你，那你的眼睛再凶一点，可不可以？这平台真恐怖啊，这才够凶啊，预备出，哎呦，88 9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79 80 81 90 好厉害哦！真是看不出来，原来吃韩国泡菜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刚刚这个状况也很奇怪啊，好像没有弹到极限，有一点占了便宜是吧？是吗？啊，应该是。正常，对对对，啊，正常是要这样。对。但是两个人的动作却是一样啊，所以说呢。挑战者是观众76下啊，张浩哲先生80下，好，谢，好，请到前面来，啊，各位今天的表现，哎，果汁不喝一杯不行，已经没有水分了。接下来呢，观众跟我们挑战的单元是会越来越艰难，希望大家心里面要有一点准备，好吧？好，上我们这个节目，我们就是不怕流汗，汗，做节目就是要让经得起看，看。来，我们这里就好好的唱唱，怕什么？我不会用那个字的，所以我说我们龙兄虎弟战斗起，战斗起，战战战！